这无比奢侈的好天气，你要不先把脚从牛粪里头拔出来点。辞职出来玩的？你怎么知道？现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啊，都这样。也是啊。像我这样一个冷门的作者，真的有价值吗？逃避啊，远离喧嚣。 自观内心，焦虑是我太矫情了，烦躁，各种。神来眼惹，拉什么呢？我跟着。所以啊，是失恋了，还是迷茫啊？他是我一生挚爱，最好的朋友。他去世了，因为癌症，月下陷入噩梦里。 想在沙漠里面找不到方向，我也不知道我一路该怎么走。日复一日的，我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？<笑>遇到难处，不要一个人硬撑，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。时间会带走一切，也会治愈一切。加油，挺过去。 会好起来的。一个小小的地方，固定着一群人。朋友，不要悲伤，你要学会控制自己，这才是大智慧呢。你会看见别人，你这股空气留下了我，我会对你好。你会看见自己，重新出发的力量。你记攒起来了吗？